这个第二首的，这第五首吧，第五首啊，第五首 ，OK， 阿 Q Face 二路电 ，F 二十五，对，二路电分，那个低音是什么单单体 ？DAD 啊 ，DAD 一六零一，一六零一对。号角是 TAD 的4001 1601 4001，有没有高音啊？它那个号角是中高音啊。OK， 两路。推高音的按谱是什么按谱？都是大平哲学。晶体。低音的一个是低音，吹低音的是晶体，吹中高音的用马平哲学那个管。你说那个刚刚那一台？对，那一台。100瓦。100瓦。可是我觉得这个低音就比刚明显就比刚才那个低音好很多，你不觉得吗？比那个4344好很多。这个号角也很好，能吸引出来。不是这样子，可是我就是还没有调到，不知道怎么调到协调。你说中低音和高音啊？对，现在这样就差不多。差不多吗？我觉得中高音号角会不会太大了？号角怎么样？就是它的声音强过高音的强度。